元福，帮朕把门看着，朕有重要的事情和陆贞商量。皇上登基这么久了，除了贵妃娘娘，就没跟哪个妃子说过几回话。参见贵妃娘娘。皇上跟哪位美人在里面谈心啊？娘娘，皇上吩咐过了，任何人不得入。为奉本宫旨意，竟然敢私闯朝阳殿！贵妃娘娘请明鉴，绝无攀龙附凤之心。住嘴！找个人把陆贞挨打的事情好好传一传。阿珍现在怎么样啊？你没有去清静殿看她吗？依我看，您就再让一步，放下身段，给皇上认个错，我们再慢慢找她算账。每周六日晚间8点，陆贞传奇。